成個月都冇發票嘅呢個帳户。係，即係用呢一場去當一個大集定點樣咯。第七場啲一級賽啊，只只馬都幾好。赢过的马是1256，另外478入个 Q， 隔晚大热门是二号嗰只马叫做遨游气泡，咁就一号加州星球本来就分数最高嘅，咁但系咧佢近绩唔好啊，一个第七，一个第十几，又一个第四，连续三场都入唔到前边，咁啊使人咧怀疑佢系咪究竟即系退化咗咧，即系咁样。其实佢嘅评分是最高的，这里129分，第二号都输他十几分的，第二号就是113分。这只七号仔现在看到就隔晚23倍的叫做健康愉快，健康愉快近期很好的，跑第二的，第二、第五、第一这样的，连续三场，有两场是有钱收的，其中一个 win 一个 Q， 七号啊，蚀榜喎，但系呢啲二三四五六之中咧就五号119分，另外咧就六号同埋呢个三号咧就系117分。高东嚟有两只啊，一只一号，一只六号。而家见到呢只八号仔叫佳运财，佳运财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六。近期好成绩嘅咧就系包括咗二号就跑第二嘅上仗。六号上次跑第三，三号上次跑第四，七号上次跑第二，咁样啊，即系直线力山同埋佳运财其实都差唔多嘅。一号嗰啲只俾人睇少咗，而家五倍。唔知啊，真系连续三次都跑得唔好啊！最近不是偶然喎，連續三次啊！我上次都揀佢，我呢場中意何澤瑤啊，中意直線力山，中意三號。張王會唔會禮嘅咧？艾少禮126分 ，rating 121分。要三号、五号，我要三号、五号，即何泽尧同埋呢个潘顿，何泽尧同潘顿，呢只六号咧就系梁家俊骑嘅美丽同享，都好噶呢只马六号仔，美丽同享上次第三。只只马都得噶，其实啦，即系问题就系近期几次跑得唔好就系一号，二号就近期两次都跑得好，三号咧就近期两次有一个 win， 六号、五号咧，五号就潘顿嗰只咧就近期两次又有一个 win 咁样，我就拣呢啲近期两次有个 win 嗰啲搏下彩咁嘅啫，我要三号、五号。三号、五号，何泽尧同潘顿。如果见到呢只八号咧，就系叫佳运财。前面只七号咧，有粒星就健康愉快。八号有个闪电，呢个遨游气泡，即系遨游气泡咧，连续两次都跑得几好。后面那只就是何泽尧，
只马有几多唔知喎，真系啊！直线力山，我讲再后面就张王啦，张王啊曾经战绩彪炳咧，就系但近期又系跑第八，跑第十几咁样，同只一号都差唔多。只加州星球呢只。布文再嚟喎，布文上次布文，其实呢啲马如果即系嗰只金枪六十出到，就系佢赢噶啦。呢啲对手普通啫嘛，曾经赢过佢嗰啲都近况唔好，即系一号嗰啲咁。二号有后劲，二号、三号都有后劲，全部后劲马嚟嘅。二号、三号。是一号放头，四号都是后劲马嚟嘅，四号张王唔知点跑，全部斗后劲冲一条直路。一见到呢只四号仔叫做张王骑师艾少礼，档位是六档。黄征途要二号澳游，近绩好好啊，近绩好。戚姐要二号、三号，即系要澳游同埋何泽耀啫。直线力山二号、三号，系啦，咁少马跑拣两只算啦。你拣四只，你拣四只，即系拣咗一半马去咯。Jenny 要二号、五号、三号，我要三号、五号。我要何泽尧潘顿睇下点样样啦，冇人拣一号啊！而家即系一号，其实都唔知佢前两次系咪有事啦，唔知跑得好好曳啊，跑得二号一点九，即系三号咧，上次跑得翻嚟第四咧，就佢沿途跟得好厚，太厚啊！但而家八只马后极都系第八名。唔使咁厚嘅，即系一档，一档一定厚啦，档一出闸惯势留一留咁样。即系记住咧，呢只马唔系话咁厚可以冲得上嚟嘅，即系中中地咁样就冲上嚟，佢有一段爆炸力。呢只永远美丽影住潘顿，只加州星球。哇，个赔率就真系靓啦，五倍啊，五倍，好耐都未见过加州星球有五倍啦。有咩伤啊？咁样唔知噶，真系脚有冇事啊？咁样真唔知咯，连续三次跑得咁差。七号健康如晒。112分，上次跑第二，前次跑第五，再前次跑第一，健康愉快近三次有一个 win， 近三次有一个 win 啦，包括直线力山，包括永远美丽同埋健康愉快，两次有一个 win 嘅咧就系直线力山同埋永远美丽。直线力山褪咗后座啊，再只健康愉快啊！好，等埋呢两匹先。好啦，时间都差唔多啦，交俾闸前。
步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有呢只遨游气泡啊，响外边啊永远美丽啦，响入边驾舟星球走翻上去啊，健康愉快咧就浅蓝衫唔放，跟住个第四啊，第五位另一只浅蓝衫嘅马仲喺佳运财埋边啊，直线力山啊，尾位置系象王啊，暂时殿后嗰匹马咧系美丽同响嚟嘅。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啦，過千二米嘅段處啊，加州星球可以好鬆容咁樣帶咗出嚟啦，永遠美麗都咬前啲啊！第三位嘅馬有遨遊氣泡啦，埋邊第四係直線力山啦，健康愉快係響第五喎，後邊嘅三匹馬佳運財、象王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嗰只美麗同響嚟噶。好啦，開始轉向港體育學院灣啦，加州星球好鬆容咁啊，自己帶，永遠美麗啊第二位，第三位嘅馬有遨遊氣泡，第四位埋邊佳運財，中間直線力山外邊健康愉快就粉红帽嘅，尾位置系象王嚟噶，包咗落尾嘅话，仍然系嗰只美丽同响嚟嘅。好啦，今日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加州星球嘅占先永远美丽，外边有遨游气泡，攞出嚟有直线力山，俾人带出去嘅马仲有健康愉快，呢扎马后边美丽同响入正直路，前面透出永远美丽，遨游气泡中间上紧，入边加州星球唔多，后多层嘅马仲有直线力山美丽同响，最后二班遨游气泡占先啊！埋面永遠美麗，有啲片嚟片去啊！再見到第三位咁啊，入邊加州星球，出邊美麗同鄉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遨遊氣泡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，永遠美麗第二，美麗同鄉第三，加州星球跑第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董事杯遨遊氣泡貴為上屆打比嘅盟主，雖然啊做過啲阻塞啊，接受過手術啦，但係養得翻。今季嚟到第三個回合，呢只遨遊氣泡捧走董事杯。姚本輝捧杯啊，咁啊真係犀利啊！佢嗰只遨遊氣泡幾好啊，跑得好好勁添啊，跑得啊！潘頓第二，咁就直線力山就係都 try 啊，我諗佢啊，跑第五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道朗有后劲添啊！只马真系二号、五号、六号、一号。二号、五号系大热门嚟嘅，即系好多人拣嘅。咁啊，呢只就系赢得嘅麦道朗遨游气泡。潘顿一早已经出咗嚟，拉翻住。加州星球布文在前面出了来一个马位，直线力山在这里，一旦走了出去中间又很挤迫地跑，在这里如果能够前一点就会好了，跑得舒服一点。布文现在在前面，潘顿第二，麦道朗第三，何泽尧第四、第五咁样啊，喺度争持紧。咁就蓝色衫嘅健康愉快咧，而家出进展到第四名喺呢度啊，喺呢度。咁就象王嗰啲大冷门啊，喺后边。四号仔象王喺呢度，呢只马咧上嚟第三名嘅呢只。好啦，布文带头。咁就直線力山就喺呢度，唉，真係啊！衝起上嚟都唔係話好勁啊！咁啊氣泡啊衝咗出嚟先噶啦，裏邊只馬明顯係無論動作嘅頻率啊，同埋啲勁力啊，都唔夠呢個麥當勞嘅。咁啊嚇，呢只第二隻美麗咧，梁家俊上嚟跑個第三，轉彎時候包尾喎，即係六號仔。二号、五号、六号，三倍 Q。又系大热门嚟嘅，夹硬大热门。